来了，我要被编了吗？哇，这开头动画好长耶！哇，这开头有点用心哦，这是用心的歌。好，罗密欧跟仙杜瑞拉。我还没有被编，应该可以播吧？这好像是会播到晚耶。我们赶快进去吧。总之是目标是这个睡前幼曲初音未来。好，现在十连抽压压惊啊，有了一个舞台，欣赏舞台抽起来。这是可以看外观看得到是谁的吗？有2、4、6、6张新卡，会有大奖吗？从那个背卡背看不太出来。大哥，开朵哦，寻音诶，寻音也算是少奖哦。不过他这个系列都会有这个节奏哦，都有节奏。哦，对，要双人组的才行。啊、哦，这个算大姐是不是 ？Miko， 哦，中了金莲第五抽，三大奖之一，金莲，可惜他们没有那个马路机压马路机，没有那个压路机开出来，不然压路机感觉做成主动机应该很强，压路机啪，整个压过去，好。第五抽，一个大奖来了，然后后面还有两张新卡，看一下，还有两张啊，单一的连啊，另外一个零，好，这两个都抽到了，这两个组合跟分开都抽到了，那我们就剩下两张大奖咯，是不是就只差两张大奖 ？OK， 大哥三张，大哥一定。是不是最多的？大家可能抽到一堆大哥。好，等一下，这个三大奖有两张抽到两张组合的。人家说好不是抽到会播歌吗？有播歌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惨的，我有点保底的味道，我好像嗅到保底的味道了。全部都是一样的。啊，脸好多啊！零根哇一大堆，有些保底的味道，糟糕，怎么又全部都一样啊？大哥，哇好多寻音，这边四张寻音，糟糕，真是保底的味道啊！对啊，是这个吗？金色的，这是大奖的意思。哦，来了。这个是不是啊，不是金色吗？哦，那不算金色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是黄色代表是静音他们吗？就是看舞台颜色是不是？哦，红色的哇，那不就是大姐吗？那我们应该是要蓝色或是绿色才是吧？对耶，就是可以看颜色。哇，又是静音，我剩下两抽，大哥抽不到。算了啦，大哥，我的零好像一大堆了，结果还是保底啊，没办法，还是保底了。来看一下保底的初音吧。这个是大奖的画面，我点不下去。哦，只有字幕出现，可是它不是绿色它是紫色，淡紫色。大奖哦，现在有分类耶，现在分类又更精准了，现在可以分系列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寻音七张寻音，然后连的话是八张，再来是零六张，然后大姐六张，大哥的话六张，
欸，结果我是连最多欸，我连最多，这角色其实不多欸，就是八个角色哦。为什么出现在地图上？欸，出现在地图上，欸啊，不见了，欸，好可爱哦，他们在地图上晃来晃去欸，可是不能点他，他会跑到，欸，跑到右上角去了，欸，好多哦，他会跟随后面那个场地做不同的动作欸，来看一下他还有什么样，欸，这边跑到光的那边去了，但到中音乐就不一样了，这是什么歌啊？哎呦，累了一下，我们转入时间只有一半，好，我们要维持在进度条在中间的位置，然后combo数，哎，我了，我们要先累积combo才对，combo先累积起来。它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慢，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慢。好，你看那个下面的额外 combo 就会累积上去。欸，它上限是到多少啊？哦，到12了耶，我记得有一个上限包到二十几。行动值100才有 BGM 哦。还有这样吗？好。哦，有啊，我们等一下7点会在直播那个《最后天降的世界》，因为还没7点嘛，还早啊。还早。上限可以到39 combo。975倍，这么夸张哦！可是这也算机械主要乐极，对不对？有点像，就是没电呢，没电，不是，怎么电耗太快了吧？